回再来献给俊寿我们第一次演的北上巴士。哦，剩五分钟，那阴魂厉鬼还是北上巴士？阴魂厉鬼，阴魂厉鬼，来一首。你决定，你决定，最后一首歌呢？啊，北上巴士献给俊寿。
精神会下去，而且他一定会用6小时持续下去。谢谢巨兽摇滚。